好，我们请陈飞把奖杯跟证书颁发给 Hector。掌声送给他们，谢谢，谢谢全球喜爱闽南语的各个不同国家的友人和音乐人。好 ，Hector 说有话要说。因为我也不太会哥伦比亚语，尽量少交流。好，来，第一次。感谢组委会今天晚上组织那么精彩的活动，感谢郑飞老师致力于闽南歌曲的推广，希望接下来我可以将更多的闽南语音乐文化融合，向你们的闽南歌曲首相致歉。其实我第一次来厦门，我有听到一首歌说一三一三我醒来就进入你了，一三一三我醒来红红我三三，难道我叫我真的很神奇。